这个顺利，我想说，其实我们年纪2008年就是以跟中兴我们已经就开始了有合作一些的业务啊。其实我们又包括了海运、空运、清关，然后我们到这个备件管理、仓储管理，然后还有delivery，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的系统还有GCM 的一些设立，都是跟着中兴一起的成长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充满了信心和勇气，并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成长跟喜悦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中兴，彼此互相的建立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连续了好几年都获得了中兴的认同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的 best logistic partner。我们已经连续了4年，甚至是我们是海外的唯一一个指定的 partner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衷心的感谢。我们会规范我们的经营，然后我们在行业中其实得到了口碑，然后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继续成长的不懈源泉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客户的满意度是我们永恒的追求，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最真诚的服务，并不断努力做到最好而且更好。